中华职棒刚开季，除了场上球员的表现，场边焦点也是话题不断。 Social Lab 社群实验室透过 UpView 社群口碑资料库追踪近三个月内中职啦啦队网路声量表现，啦啦队女神最新人气排行出炉，来自韩国的李多惠净值排第二，最新排行第八名是乐天女孩空灵系女神梦洁。网友纷纷表示，梦洁真是空灵少女，梦洁傻傻的样子看起来更可爱，虏获不少球迷的心。而第七名、第六名分别是 Football Angels 的慈妹及乐天女孩 Yuri， 网友皆给予正面评价。慈妹声音也好可爱，慈妹小小只看起来非常可爱。Yuri 啦啦队颜值天花板。而第五名则是 Passion Sisters 人气成员短金，第四名为乐天女孩队长兰兰，第三名就是近年来接下综艺节目主持棒的 Passion Sisters 圈圈。无论是舞技还是口才，都令粉丝大赞赏，各方面能力逐年成长，是不少人心中的啦啦队女神。第一名冠军及第二名就是由堪称流量密码的乐天女孩林湘及来自韩国的啦啦队女孩李多惠。李多惠来台加入乐天女孩后，被网友封为中职最大咖，纷纷引颈期盼他们同场姻缘的消息，人气之争成为话题焦点，甚至吸引不少原来非球迷的网友们都想要进场一睹风采。